Ridgway 利奇韦公司成立于1997年，美国总公司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，产品销售到全球12个国家。日前参与华人最大的年节商展盛会华人工商大展，推介他们的明星保健产品利奇韦紫水晶床垫。紫水晶 Biomat 由美国 BBB 值得信任企业 Ridgway 出品，韩国生产，采用日本超纤维纳米专利技术，是世界上唯一通过美国、日本、韩国 FDA 医疗器械认证以及多个国家电子安全认证的治疗床垫类产品。新的一年哈，老板呢，我们的紫水晶床垫公司的老板推出一个新的产品，就是科学家已经证明啊，远红外线负离子是我们健康保健的一个基本要素，但是呢，也同时有很多的医学论文发现，说远红外线如果加上了音乐，加上震动的话呢，它就有一个更棒的一个30到300倍的效果，就是远红外线的效应能够让新陈代谢、血液循环增强那么高的一个效应，这样子，所以说本来单人的床垫呢，音乐疗法床垫是3000块，现在呢，老板降价变成1650块，那豪华型的本来是3500块，现在变成2200块，这是一个最新的产品，也等于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尖端科技的开始啊。说实在，音乐疗法哈，我们的床垫是唯一能够对这个脑神经系统的修复，所有神经系统，像譬如帕金森症啊，像譬如老人痴呆啊，或是脑子没法集中啊，这种神经系统的毛病的预防哈，只有靠着我们的紫水晶床垫的音乐疗法，这是一个崭新的产品，也是一个突破一个科技的高科技的一个产品啊，希望大家到我们两个体验中心来体验，一个是在St. Gabriel 的大华超市里面，另外一个是在罗兰港的德成行的里面，希望大家借着音乐疗法的震动加音乐，加上温热疗法的远红外线跟负离子的能量，这样就能够达到一个最健康的状态，就免除疾病，就不生病的一个生活，就从紫水晶的床垫的开始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！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利奇韦紫水晶床垫的讯息，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，或者是登录官方网站进行查询。中天中望采访报道。